the power of change will help you grow and set you free. Only you can save tomorrow. Out in the darkness of the night, your courage will shine just like a light through eternity and put an end to all the sorrow. Hello， 各位兄弟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老头 Old Man。今天要来玩这款游戏，叫做《怪物男孩与被诅咒的王国》。哦，这款游戏呢，哦，这个画风实在是非常的可爱，然后是一个2D 横向卷轴的一个冒险游戏哦，哦，角色扮演冒险游戏吧。那这个男孩好像貌似可以变换不同的动物，然后进行闯关这样子。那现在目前是 demo 版本，是一个算是试玩版的一个版本哦。那这个版本如果你有玩过的话，之后正式版推出，这可以沿用这个记录档这样子，好不好？那么废话不多说，我们直接来开始这款游戏吧。Let's go， 新游戏，感觉蛮赞的。看那个画风好美哦。其实我个人老头一直都蛮喜欢这种画风的。像点那个像素哦，那种8 bit 的，其实我也蛮喜欢的。这种我也很喜欢，超喜欢。为什么呢？鲤鱼王，嘿嘿嘿，嘟嘟嘟嘟嘟嘟，哦，他把他扎了。哎，船变小了，这什么东西啊？哇、哦，它可以把东西变大变小、哦。骑在木桶上飞行的是那布叔叔吗？一定出了什么事情。我还是带上我的东西去追上他。好 ，OK， 怎么玩？嗯，哇，居然是用键盘的上下左右，不是 WSAD 啊、哦。好，我都可以按上，好像全程都用键盘玩的感觉哦。好，换上装备了。好，一个阶梯出现 ，X 键是攻击，力键是跳，非常好，跳起来。哦，有补血的，这什么？这应该是存档点吧？哇！哇，可爱的小绿龙，哇，后退，你这条龙啊，原来我的名字叫金哦，奇克，抱歉，金。是我，你的弟弟。什么？奇克，你怎么变成这样了？你一定不会相信，那布叔叔掏出了一根魔棒，哦，一个魔杖，将村子里的人所有人都变形了。我真的没疯，我刚看到他骑在木桶上面飞行，叔叔哭笑了。是的，就是他，他骑在一个皇家花蜜桶上飞行。这个桶估计是从国王那边偷来的。这样不行，我们得阻止他。你看他去哪里了吗？他朝着灯塔飞过去了。OK， 我要去跟他讲话、欸。OK， 前进。好、哦，开始了地图更新。哦，这就是地图的样子啊、哦。好的。然后这只螃蟹，哈哈，画风好可爱哦。天哪！你知道在躲避时也可以攻击吗？按住上下左右，然后 X。哦，可以连断是不是？嗯哼，连打吧。哦，你们可以游泳。哇，不能二段跳，有点可惜。嫩，呜呼呼。哇，咬掉一颗心，哇，爱心补回来，有了。
呜呼，碎啦！我只叫他重走有点麻烦啊。而且他们好像过图就会复活，是不是？刚刚螃蟹又复活了、欸。No！ 干什么 ？What？ 打不到？这个要蹲下攻击才行啊！卡我腰啊！哎，居然还有这一招！哇，莫名其妙发现吸进人啊！用我下面那个没有啦，用我下面那把剑刃刺死他。可以，哦，干什么干什么？哎、欸，下面有东西，有宝箱哎、欸，我要去捡。哇，不过，哎、欸，居然可以这样子，哇，可以用这种方式冲到底啊、哦！可是我马上就游上来了、欸，哇，好像这蓝色螃蟹血比较多啊。然后我没办法跳下去，好、啊，算了，记录点。哦，哦，可以进入水耶！可是我只有8个金币耶，可恶！收集一下金币。什么？这什么玩意？终于可以呼吸到新鲜空气了，谢谢你，蓝爸先生。你还好吗？抱歉，我看来我叔叔把你变成怪兽了。什么？我是佩佩洛谷，不是怪兽。那个喜欢飞的疯子是你叔叔。我问他有没有见过一位绿头发的女孩，他居然把我踢到桶子里面了。我必须找到他。再见。哦，一气之下走掉了。呜、哦，小心点，你差点把我们烧成灰烬啦、啊！啊，之前那里是没有火的，请告诉我你有防火盾牌。啊，我要设法解决掉这一只吗？你应该到海底看看，有附近商店可能有没有东西哦。没有钱，哦，是叫我往下，可是我还差一块钱，我们去收一下钱好了。这边可以刷钱啊，打这一只，有了有了，我10块钱了，可以买重靴 ，nicer， 这样我就可以下海了。买，我要怎么买 ？Enter， 他就直接穿上去吧。按 I 打开装备，哦，还要自己装啊！颜色会变呢、欸，我走路变超慢，完了，我还跳不起来，我还跳不起来。呀，那突然还有想到左边的话，我不是可以穿重靴下去吗？是不是？我们就先往左边那边跳下去看一下。这里穿重靴应该就可以了吧？比较好奇这边穿重靴会怎样。哦，这可以把我弹上来。这边有什么东西？然后再穿重靴。我觉得这样切换好麻烦哦，还要按 I， 有没有更简便一点的、啊？哎呦，原来这边要隐藏金币可以捡。原来如此。好了，接下来。就没路可以走了。那我们应该换鞋子上去。对，就是这样子。OK。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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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。Oh yeah！ Oh yeah！ Oh yeah！我去捡那个宝箱。哇，没吃到，算了。哇，穿重靴时间 ，Go， 超级重。呜呼，呜呼。绿色的螃蟹儿，我刚才暴击是不是？哦，这个游戏还会有彗星绿哦。
啊！冲他小，干什么干什么？过什么东西？哦，金币还蛮多的哎，讲实在的，快点快快，呼吸一下吸一下，有跳上来，碎啦，是吗？火焰挡火焰盾牌用的，将火球反射给敌人。哎、欸，我有盾嘞，怎么举啊？没讲啊？怎么使用呢？哦，有了，嘿嘿，死去，门开了。哦、叔叔，你干嘛？叔叔，叔叔，真想不到你是会是做这种事的人。叔叔，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呢？叔叔，越招越多啊！有没有直接干脆招一只大只的螃蟹算了？嘿嘿嘿，他看起来超嗨的，感觉这叔叔积很久啊。干得好，你叔叔肯定惹了麻烦。我有件礼物要送给你，你为什么不一早就给我呢？现在才给，冲一下。这是一个神奇的火松露，我被困在木桶时里面找到的，你必须吃了它。啊？相信我，松露希望有人吃它，所以松露好看又好吃。可是它的表情看起来不像很想被吃的样子啊。No！ 然后被吃进去了。哎呦！看到了吗？你现在可以施展火球魔咒了。哎呦，水哦！我要怎么用？啊，那我现在就走了。如果你见到一个绿色头发的女孩，告诉我，她很快就会找到她。她，我很快就会找到。我告诉她，我很快就找到她。好的。然后怎么使用？滴。有了有了，过关。哦，那上下面还有。还要显示你只能发五次，还要怎么补充？不知道怎么补充哎、欸，一呆，哎，上来了，水哦，我真聪明啊！开门了，我走下去，哎，直接下来就好了，干嘛？我怕什么？没有错，哇，浪费掉了啦！一、二、三、水，哎，居然有一个邪恶的螃蟹在里面啊！哎呦，哇，这也太小了吧！这样也行？太小了吧！天哪，看一下，为了三块钱币。传回来了，哇！这做的好有趣哦，天哪，哈哈哈哈，这也太有趣了吧！那这个出正式版我一定要玩啊，这是正式版出我一定玩，打发时间的好游戏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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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学魔法。哦，这边可以给你补充哦，全部加满 shift。早说嘛，刚刚收集这么辛苦。这是什么？这什么东西啊？靠，它会动哎、欸！哦，玩来撸出，这样才能过来嘛！补血一个40块钱，我们有一瓶了，但我不知道怎么补血、欸。讲实在的，他没教。叔叔，我看到叔叔冲进去了，等等我。那布叔叔在里面，我们小心一点。刚才他召唤怪兽了，我说过他疯了，他来了。叔叔，你有什么话要说？你们这两个小鬼想要什么？如果你们想打乱我魔杖的主意，没门！我要喝醉了，难怪疯疯癫癫的。是时候交出他了，叔叔，你已经惹了不少麻烦了。你在哪里找到他的？不关你的事儿，我要让你们后悔跟踪我。但首先，啊，空了，
该死！啊，怎么有章鱼？得再找一些皇家花蜜。啊，气扑扑章鱼，如果不想尝尝我的厉害，就别挡我的路。啊？嗯？啊？我怎么停住了 ？Hello？ 哈哈哈哈！怎么突然停住了？啊？使用召集魔法，哟，被打飞了！哇，魔杖可不是闹着玩的。哦，哦，发生什么事？哇，刚刚不是章鱼，我变乌贼了。怎么打？哦，这样子啊、哦，好可爱的史莱姆哦，小小史莱姆，他哭哭了。哭哭哦！哇哇哇，这有点猛！让我靠，让我靠！就是这样。还有一个，还有一个。哎呀！哦呦，哦呦，哦呦，哦呦！这想干嘛？这想干嘛？快点啊！靠，要打到我！哎哎哎哎哎哎！靠腰嘞！别闹了，哥哥。No！ Oh my god！ 哎，补血了。死吧你！还好我补血了。臭乌贼！结束。呜呼！不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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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哇！哦，哦，哈哈哈哈！啊 ，no， 变成猪啦！啊，终于知道为什么我们这个男主角可以化身这么多种类了，原来就是因为这样子啊，叔叔搞的。喂，吃我的猪蹄！啊，结束了。好吧，这个就是我们的 demo 版本哦。那这款游戏个人觉得还不错吧，可能之后考虑开个直播来玩一下，好不好？希望大家会喜欢。如果喜欢影片的，就左下角个订阅，右下角个喜欢，或者下方留言。我是老头，我们下一集啊，有机会再见面了，拜拜。